呦哎呦呦呦，什么大鱼啊？嗯，这哎呦，底下窜出来一条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这个鱼不能拿它尾巴来，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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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呦，好活跃呀，收了收了，放桶里。哦呦，这排水口旁边又发现一条大鱼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，大石斑。好像没大有活力了，不是很活跃，你看一捞就起来了。哇塞，这个大石斑好大呀，收了吧，放桶里。这是个大螃蟹，哇塞，哎呦，这手上夹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啥呀？这是一次性手套吧？一次性手套，垃圾带走，好像是一次性手套，带走吧，你也进去吧。哎，你看这个管道这个缝底下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一个大海参！哎呀，呜、哦，你看吸着石块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你看这小触角！哇塞，哎呀，海参，这里放着，那里还有一个，哪儿啊？这，哦，哇，吸的好紧呀、啊！哦，这个大刺好长呀，这个刺野生海参，我感那里边还有一块黑色的，你是不是看不见？但是我看见了。哎，这个大海参很会躲呀。哎，吸着石块，看到没有？吸着石块，哇塞，哎呀，三个大海参，哇塞，三个大海参，收获了，发财了呀！这三个海参呀，这不得好几十一个呀！收了，这三四十。哇塞，这大螃蟹在这里举着大钳子，红将军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钳子，又粗又壮，哇，我天呀！红将军。哎呀，这个造型怎么样？霸气威武。红甲铠士，收了。收。小船出海回来了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个袋子吧？袋子壳，哎呦，袋子壳底下藏了一个八爪，哎呀，这个八爪，哇塞，发白了有点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变色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变得颜色深一点了，收到公斤它就变色了。收了。这个八爪得加一点简陋。收了。哎，表哥，看这个石头缝底下，两个大海螺呀。哎呀，不是很大呀，看这个肉，刚缩进去。哇，哎呦，这个肉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里，哎呦，哇塞，哎呀，顶盖肥呀，刺水，收了，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哎呀，两条鱼，一条大石斑，还有一个这种扁扁鱼、鸦片鱼，还有三个大海参，今天收获不错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天也黑了。该回家了，拜拜。